嗨，大家好，我是 Bruce， 那我是有参与这个选前大补点专案的工程师之一。那我想先提醒大家，就是1月11号，不管再忙都记得去投票。那接下来就是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目前的成果。不是 live demo， 是预录好的，不过可以看一下。那这个是我们的行动装置的版本，它会介绍立委在做什么。然后这次有政党票，跟4年前一样。那这次不分区的政党有哪些？那首先看那个民进党，然后他提出的不分区名单有哪些人，然后以党团的方式参与的议题法案有哪些，然后看到这个每个法案它的原文有怎样的内容，在做什么。那接下来，像这个就是两岸协定，就是中共代理人的法案，也可以看得到。然后他上一届所提出的政见，以及这个政党基本上的一些成员资料。所以就是行动装置，大家如果有手机的都可以看一下。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有做，这是分区的名单。那这边就是以吴源所在的这个。那这边是可以看到，如果之后，对，刚刚是那个分布图，就是说不同的席次有哪些人。那这边就是来到台南市的中西区，这个林俊宪立委这候选人，他曾经可能提案过的法案。那你也可以这边去做一个议题的筛选，找你有兴趣的议题，然后再去看相关的法案。另外，你也可以再去点进去看到更详细的资料，他提案的人。然后联署的人有哪些，然后他有去打的广告有哪些，然后他目前的表现是如何，这样子。那有兴趣的可以去上面看更多。那所以我们到底在干嘛？他就是否像我这种没时间关心政治想临时抱佛脚的人做功课用的，然后让你可以比较有根据的去投票。那基本上第一个就是像刚刚我们看到很多资料都是从比较官方的，像立法院、监察院跟中选会的资料过来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有帮忙整理，就是比如说这个立委他所提案的跟联署相关的人，然后以及法案的内容大概是怎样。那欢迎大家可以扫我们的 QR code 来按赞追踪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那我们目前的进度就是上面可以看到有我们的一些粉丝专页。那我们现在还是有在找工程师，因为已经快选举了，其实蛮赶，工程师、设计师、行销，然后还有资料帮手。那行销目前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不分区的他目前的内容是最完整的，可以帮我们分享。然后你看到的比较候选人跟生活相关的功能。好，来一句话，你要找谁？好。找就但今天应该会帮忙做这个立委政见的整理跟白话文的法案的翻译运动。那有兴趣的人欢迎参与，然后工程师也欢迎加入，谢谢。好，全世界都在走工程。